珍珠奶茶不止台湾人爱喝，近年来更随着台商脚步红到全球各地。但不是卖真奶的都赚钱，西澳珀斯的台商夫妻 Louis 和 Alice 是各中好手。他们创立七年多的桃花源 Utopia 目前有五家店，近70名员工。这是在市区的其中一家分店，每到周末假日就人潮不断，一整排坐满等待的客人。这平日周间的生意如何？我们特地再跑一趟看看，结果就像这样，老主顾一个带一个，让 Louis 夫妻俩事业蒸蒸日上，营业目标一年1亿台币。I like that it's a little bit foreign to us.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t's refreshing as well.So that's why I just come here after want to freshen, refresh,、uh-huh. try this one. What's the taste you like most? The grape one. And I like the passion fruit tea as well.看客人熟练的选填饮料编号数量，就知道他们都是熟客。这也是 Alice 当初给澳洲人的新体验。因为我们台湾的茶饮，它真的是一大张，非常的清楚。那为了环保，所以我只是浓缩到这么简单的一个内容，然后你必须看这个填写在上面。几乎每个人知道我们 Utopia 就是这个模式的，然后它变成我们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形象。没有没有，我曾经有问过客人，我们这种方式他们是觉得怎么样？他觉得说好像回到家一样，很自然，然后就很温馨，然后年轻人蛮喜欢自由，他觉得这样、哦、好像就很，他觉得蛮自我主义的那种感觉。走年轻路线的 Utopia 现在已经很懂得将台湾经验截长补短。男主人 Louis 回想，他们刚开始引进台湾花茶热饮和蒸奶时，也不是很合澳洲人的口味，直到加入当地人喜欢的新鲜水果泥和引进洋人最爱的巧克力口味粉圆时，竟然就爆红。3-4年前我们去到台湾去参加台湾的食品展，那么发现有一摊是专门做比较多口味的珍珠。那么当时呢，因为我们跟这个厂商在台湾这个厂商接触之后呢，发觉他的理念跟我们非常接近，他们也是完全不添加任何的这种化学的那种添加物。那么里面它有很特殊的三种的这种口味，我们觉得蛮能够开发在当地的这个市场，所以我们就跟他一开始是接触，就是先这几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巧克力，还有红豆珍珠，还有那个黑芝麻珍珠，我们就引进了少部分的这三种口味进来做尝试性的市场的开发。那么结果最受欢迎的反而就是那个巧克力珍珠，因为当地洋人非常接受这个巧克力，那么所以我们就在这一方面呢就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一杯巧克力蒸奶卖4块澳币，超过100块台币，仍大受欢迎。而台湾是他们最好的娘家后盾，因为材料除了当地的新鲜水果，几乎都从台湾引进。这一些全部都是花茶系列的茶叶，我们茶叶全部都是从台湾过来。那么珍珠的部分目前我们也是全部都从台湾，可是我们跟台湾的厂商有合作，那么我们把我们特殊需求跟他们做一种研究沟通，那么他们只生产专程给我们店里用的材料这样子。那么在当地的话，我们的水果部分像这个我们都是新鲜的草莓，这个是 organic 的那种有机的农场所生产的这个草莓。我们做什么东西都要是做泡茶之类的，都要做的是一样的，就不会说有甜的不甜的之类这样子。然后还有要求说干净，最重要就是要干净。品质稳定和新鲜干净是 Utopia 对员工最大的要求。在茶饮蒸奶事业顺利开展后，他们又增加面包和蛋糕，口味卖相都很台湾，因为用的是台湾请来的烘焙师傅。本来来这里就是想做台湾人的东西，所以并不会去迎合洋人的口味，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线。在珀斯郊区分店厨房坐镇的叶师傅，到异乡打拼会这么有信心，多亏老板娘 Alice 在他一到澳洲就带他到雪梨、墨尔本两个大城市考察。
台湾人很奇怪，老是觉得西方的月亮比较圆。那我带他这样跑过一趟之后，他很有信心。然后呢，我跟我师父讲，就于市场的需求，我大概一初最初期的时候，我会给他一个大方向。那么我必须要带他一个一个考察。那我跟他讲，我们未来大方向是往这边走。那坦白讲，以 Perth 这个地方，我们以烘焙业来讲的话，我们的整个的市场是一个处于开荒的阶段。那么我还跟我师父要求，只要把你的功力拿出30% 就可以了。好，因为我未来会面临竞争，如果你一下子把你的功夫全部都显现出来的话，哈，第一个你二手的师傅，好，二厨他没有办法学得很好，所以你只要把你基础的拿出来，我评估这个市场，我们就能够，我们不敢说稳居第一，但是绝对是第二，因为第一名重缺。烘焙现在是 Utopia 努力发展的事业，希望以后多一点澳洲人光顾。I don't know what's inside. I don't know the ingredient. It says very little on there as to what's inside and the description, because I know that a lot of people from China or Taiwan would walk in and they would know straight away what is inside and what the cake is. But for us Westerners, we don't know what it is. Alice 一听顾客这么说，立刻发挥台式阿萨里的好客精神，直接送一条15块澳币的乳酪蛋糕给他试吃。Alice 虽然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但人才培养和管理是他努力精进的两大课题。这边的人本身是福利国，他们的工作的态度跟各方面根本都不够积极。一个好的管理，他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学习的。好，所以我每次一个 manager， 他只要满一年了，我都请你希望你明年的薪水是多少？那么我会放在我桌子的底下，然后我告诉他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努力。对我来讲，我要做出超过你要求的。所以，我们今年每一个 manager 都配发一部新车。配辆新车已经超过他去年要求我们的薪水了，那当然我们的业绩有成长，所以我用这种方式鼓励你们，就是说，那么每一个 manager 我也要求你每一年你一定要进步，因为我觉得在市场上你才有竞争力的。 Alice 和老公一路走来虽然辛苦，但受到肯定的事业成就感却让夫妻俩累得很值得。而 Utopia 的经验谈，相信也会给其他在异地打拼的台湾民众更多信心。